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没有银行卡还是怎么回事了，然后第一笔钱是现金给我的，我现金给我的，因为我小的时候是没有零花钱的人，啊，因为我爸妈在身边嘛，所以我是没有零花钱的。我小的时候我奶奶爷爷给我钱，然后我也不需要花什么钱的，我看到那钱之后我就有点不太知道怎么花了，然后给我妈打电话，我说钱怎么花，然后我妈就来了，我妈第二天就来了，就请大家吃饭，我妈来了，就跟我妈一起去把家里，就是把家收拾得好一点，就布置一下家，完了买了点衣服，大概朋友都是请大家吃饭什么的，因为我是狮子座的，我是那种特别，你懂吗？就是喜欢大家朋友在一起，然后特别豪迈的那种人，然后就开心那种感觉，我花钱请我吃饭，开心那种感觉，嗯。